哦，有，每次都这样，烦呢、欸。这个很烦啊，我现在就没办法穿，你要讲几次？欸，我发现就是用最高画质来演示比较漂亮欸。因为我之前是调高级而已啊。啊，看到这个我忍不住想要领一下，可是这样会不会太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演示了！我、哦、天哪，吼吼吼！这东西多到爆啊！啊，stop！不要再玩了，我们今天一样把这个坐骑讲完哈。那上一集把玄武和凤凰的样子，啊，今天把20出掉了。哎，我发现他这用最高画质开比较漂亮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真的有差。这个枪卡哈。然后最后面也看一下好了，我今天两封啊。其实他的天主车车都在后面呢、啊。对啊，反正它是蛮可爱的一个手机游戏。先炒。狄仁杰，哎、欸，你看他有狄仁杰啦，哦，这种游戏你们还不玩？太贵魂了，这个游戏就是欠玩啊，霸王界。